再用车子逃离奶奶家后，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车。我们需要找到中毒的药源啊！很长时间后，1公里后的实验室，终于我们找到了实验室。进入实验室后1分钟，哦，就这里吧，实验室，哎，就是。哦，妈妈，你为什么在牢房里？你说是把我关进了监狱，因为我没有制造出够多的药。小心，他很快就会到达了。很快就会到。哟，孩子们。是舅舅。作为惩罚，你们会制药，而不是你们的妈妈。呀！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妈妈，你怎么被关在里面了？妈妈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要玩之前玩过的严格的恐怖阿嬷的续集，严格的恐怖科学家。在严格的恐怖阿嬷那里呢，阿嬷原本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直到呢她吃下了妈妈带给她的药物。原本以为是阿嬷有点老年痴呆的或者怎么样需要药物治疗的，结果呢她吃了那个药就发疯了，然后呢世界上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发疯了，然后经过我们的调查呢，那个药好像就是妈妈给的，而妈妈呢就是来自这个实验室的。所以呢刚刚我们开车进来，结果发现到妈妈被关起来了，然后呢是叔叔，是那个科学家呢把妈妈给关起来了，因为妈妈不愿意继续制作那个药了。妈妈也知道那个药有危害世界的危险啦，会让人发疯的，会让普通的阿嬷变成恐怖阿嬷的哦。然后我们再进来呢被叔叔抓到了，我们现在要代替妈妈去制作药物的哦。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一边假装帮叔叔做事情，一边拯救老妈出来逃离这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先清理掉这个东西先吧。哎呀，这边怎么都肮脏的，化学药品怎么掉了，掉到处都是的啦。这边是去哪里的？哇，好帅哦。哇，这个是厕所，好帅哦，还要洗澡的，还要洗澡的呢。我们左边还有污染指数的，我们需要去洗澡的，太污染的话。这边呢，这是哦厨房，哦，好高科技的感觉哦。吃饭，我们拿到这个是以后感觉不好吃啊，这个饭。哦，就这样煮好的哦。这边呢，这边是仓库，没什么的仓库。这里呢，这个是医疗室。OK， 清理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先去储藏室拿箱子。咦咻，拿到了，然后补充药物。为什么要补充药物啊？哦，我在那边做实验的哦，是不是？哒哒哒哒，在牢房里喂妈妈。妈妈，我来喂你了，妈妈，不要饿死啊！我偷偷给你吃一点东西，你小心啊！我要去拿食物，食物不只是给我们吃的，还要给妈妈吃的。妈，吃吧，这个吃吧。哦，妈妈有生命值的啊！现在去药房要开工了，来药房干嘛？我要在那边做东西是不是？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去制药！我真的在那边制药呢，我在制药。你看我的手在动，我在制药，我在制药，科学家，我在制药，冷静。可恶，这个会危害人们的药，我居然要制作。可是我累了呢，累了该怎么休息？我累了要去这边休息，这边睡觉的呢。我在管道里面睡觉，但是会有辐射，增加了危险啊。可恶，叔叔不在就不要制药了，我要去洗澡。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，有太多污染。
料理还要给妈妈吃的，要注意啊，不要让妈妈饿死了。哎，我在制药了，不要吵了。你在吵就不制作了，干嘛的？你是不是也吃了那个药？你怎么发疯了？干嘛一样？OK， 睡觉，在管道里面睡觉。哦，这工作环境蛮好的嘛，还有提供午睡地点。虽然制作的药会让人发疯啦，妈，再疯了啊！接着吃吃吃。我是啊，如果你要让你的实验成功的话，我建议你要派人专门准备料理给我们啊，是不是？好像还有给我们防护服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门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在做料理！救命！嗨，我的头180度转了。你到底去哪里的啊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跟着去看一下。他好像是去前面的。他直接消失的呢！啊，从那边传送走了是不是？哇哦，传送装置！等一下，他带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？来来来，你看，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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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带从哪里来的 ？OK， go， 跟着，跟着，跟着，跟着！哎，消失了！哎，好，好吧，妈，吃饭呢，记得吃啊，要活着啊，知道吗？我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，要怎么救啊？哎，我不知道，等下，等下，他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也要，他从后面跑过来了。哎，哎，不要卡住啦，我是啊。你卡住的，你怪我，你到底从哪里来的？可恶！好的，为了拯救妈妈，拯救严格的恐怖阿妈，我们只能继续做东西了。快乐的轻松，挡个摇头，摇头摇头，我会自摇。嗨，我在自摇，你要吃一点吗？尝一尝味道，验一下品质合不合格，纯不纯？制毒的人通常不会自己吸毒的啦，因为他们知道毒是怎么制作的，就跟厨师很常不会吃自己料理的东西一样。嘿嘿，而且说实话，这颗实在蛮好的嘛，他来突击检查的时候还会想一下，还铃铃铃提醒我老板来了，要认真工作。可能是你的前员工制作的啊，科学家，你真的不是一个好老板啊。你以前的员工好像都在偷懒呢，用这个方法，其实你装个监视器在这边就好了，你知道这个方法对吧？不过还要更加快制药，不是他应该来陪我一起制药的吗？这样是最快的啊，而且还可以一边监督我。他自己也怕辐射吧？还有没有防护服？哎，也太简单了吧！十点了，老妈，你一个小时吃一餐，你还不饱吗？你一个小时一餐，有病哦！病人也不能吃这么多吧？吃饱喝足，是时候去睡觉了。哎，五点了，五点了，哎，我熬过夜是熬几点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一定要把你这边吃破产，一个小时吃一个。我是一个蓝胖子，怎么样？睡觉。在这个培养皿这里补充能量哦。目标是拿到钥匙，不用吃东西了好吗？我救你出去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，等我睡饱先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睡饱，去拿钥匙，走走走。先信任我了吧？钥匙藏在这边哎。啊！老妈，走。老妈，老妈，等下。首先，你先吃饱，好上路。不是，不是，好上路，就是待会出门的时候跑比较远了啊。使用这个装置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老妈，出来，出来，耶！老妈，你飘出来的，老妈，老妈，我赢了，妈妈逃脱了啊！大
再睡啊，就这样啊啊啊啊啊！我们是来帮助老妈逃脱出来，然后家里面的阿嬷，我们把她困在地下室了吧？之前玩了严格的恐怖阿嬷，严格恐怖阿嬷就吃了妈妈制作的药，所以才发疯的。因为妈妈认为那个可以治疗阿嬷，然后在全世界的人也以为原本可以治疗的东西，却吃了发疯。妈妈原本被社会大众谴责的，结果我们来这边找妈妈解药的时候呢，原来妈妈被关起来了。妈妈不是负责人，是那个科学家才是啊哦。所以我们在拯救妈妈出来了，妈妈还是又飘出来了。哎，我死了！哎，什么鬼啊？哎，我在旁边死掉了！哎，哪个呀？科学家，解药呢？给我解药！我要拯救阿嬷，阿嬷还在家被我绑着呢。还是我杀死的？忘记了呢。那至少让我看看你是从哪里来的吧？这边吗？我觉得是这边。来来来来来！哦，我从那边来的哦。你看，你看啊！啊！吃药。哎，其实他跑很慢呢，这款游戏也太简单了吧！所以他是从这边蹦出来的，我们来看着他，看着我，我今天救你出来了，妈妈，妈妈，我投进来了，我卡住了，我头卡住了，拔不出来了，我头拔不出来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呵呵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耶，啊，哎，我怎么在这边呢？嗨，博士！你怎么可以蹦出来的啊？从门口进来好吗，博士？有种就从牢房里面蹦出来啊！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啊。这个严格的恐怖科学家是严格的恐怖阿嬷的续集啊，但是呢，它还有接下来的续集，究竟会怎么样呢？能不能拯救恐怖阿嬷呢？能不能拯救世界呢？让我们未完待续。